欢呼尖叫声中，火树银花在夜空中绽放。连续四张笑脸搭配上和平鸽、生命之树等图腾，2023台北101烟火秀雨中不减风采。让我向全世界传递我们的爱与关怀，用爱将全世界串联起来。关怀战争，关怀粮食危机，关怀疫情，关怀全球暖化。搭配360度零死角的灯光秀，300秒的烟火则延续了去年传统，但这回主题关怀世界，闪耀梦想与去年有所不同。在画面中，我们也看到了象征自由，还有勇往直前的鲸鱼。高声的呼唤他的同伴，代表台湾，希望跟理念相同的伙伴一起前进。2023第一场跨年烟火秀，烙印脑海中，感受就放心中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